接着，有新疆老乡啊，2013年10月份做的，举牌是不会再举了，只是说，一个纪念品。但加你的人多吗？多啊，这几年有个2-3万吧，我扣好友全部删掉了，别给我浪费时间，我不跟他恋爱，我就把你删掉。生活中谈恋爱，我觉得可能好像跟我无缘似的，我的全部都是网上的。因为线上没有尴尬。